今天我做饭，争取扳回一局。媳妇吃饭了，干啥呢？来了。干啥呀？这是选一个。选。选一个。我选这个吧。确定。确定。好。哎呀！哇！哇塞，这么多鸡蛋呢！我想吃面条。你自己选的。你个老六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你。你还挺会吃的，一口气吃六个鸡蛋也不怕撑住你。你等一会儿的，我先喝个玉米羹。他这是啥呀？我还是先吃我的面条啊。他这看着挺好喝，真是讲气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怕你跟我抢。我跟你讲空气啊，傻了吧唧的，你也太可爱了吧。嗯，真香。你就好好吃你的面条吧。吃饱了，快翻翻你里边有啥吧。那我就让你看看。哇，老婆，他给我准备了大鸡腿呀！啥情况？就你这样的，有鸡腿我能让你吃吗？我看你一天天的就是欠串。